让不喜欢吃肥肉的你都会忍不住尝一块，软软糯糯，入口即化，表皮泡软后切片，摆入碗中，蛮好味。抓炒一炒会更香。好吃的美食，油豆腐酿肉。四个鸡腿变成三个鸡腿，把鸡腿肉撕下来，土豆压成土豆泥，鸭肉撕下鸡腿肉。喜欢吃辣的可以像我，中间加点芝士和骨头一起包，里面芝士融化程度少许枸杞，这样猪血不要再和豆腐一起麻婆了。砂锅一次性加满水，再放 QQ 弹弹的猪皮冻，蘸酱吃或者做灌汤包都非常的好吃。后再煮五分钟左右，再切成大小均匀的片，加最后淋上香油。过年过节又是餐桌上的一道风景，按同样的配方调一个蘸酱，真的是好看又好吃呀。厕所这道汤一定要收藏，腰花泡好的黑豆都煮汤，它会爱你到地老天荒。地冷了来一碗热腾腾的萝卜淀粉，搅拌均匀，